上去找了。哎妈呀，这小姿势，哎妈呀，好看的呀！有没有路啊？看见身段啊？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哎，刚才那 S 身段绝门了，要饶的呀！俺们胡太。南瓜、蒸苹果、辣椒、草笋、葱爆胡萝卜、窝头，行，行。让我问问。哎呀，小燕儿，这好看的呀！哎呀，随时准备好录屏截图啥的啊。这是衣服反光反的太厉害了。辽宁大连，辽宁大连。哎呀，小喵喵，一看这啥造型啊！哎呀，掉下来了！就给扒拉掉了呢。你的水！妈呀！这回了，吓死我了！妈呀，吓死我了，喵喵！吓一跳！哦，小妹，自己吓一跳去了，妹妹。喵喵，你想吓死我呀？他那笋掉了！他那笋掉下来，给他自己吓一跳。菜刀都掉了啊！菜刀掉了，哎呀，摔的！哎，别截图了啊！刚才没有录到的，吓一跳了，吓一激灵！哎呀，小月啊，做菜了，明天大厨做菜了就，先尝尝。做菜之前先尝一尝。菜刀变飞刀了，刀掉了，菜刀成飞刀了，那筷子也飞出去了。没想到是这个开场呀！谁能想到？苗一真的是惊喜制造人，没想到今天主厨翻车了，来了就翻车了，这次。大神雕他一来了，哎，这小妹妹身材真漂亮啊！啊，吃水了。要随时准备好东西，先走了啊！在家里看的同学的电视机，那像个小宝宝似的哈。我上面建了一个投屏选项啊，在家里看的。快长多快的？那像个小宝宝似的哈。我上面建了一个投屏选项啊，在家里看的。快长多快的？对，一个熊猫装上起来。前一会儿看没收拾大葱，我觉得不能吃。早上直播间的小伙伴，上午好啊，小伙伴们啊，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。那个彩椒看熟了。感谢妙音球，谢谢妙音球。那个彩椒也没吃啊，那彩椒是甜了。妈呀，太好看了！彩椒能吃吗？不能吃，我觉得。想吃啥？想吃啥？这边有好吃的。那大葱，这是大葱啊？不能吃大葱。这加特林笋多大呀？小妙一出场，那只才是可爱的哈！你俩吃彩椒了？没吃。还有个窝头呢。南瓜，南瓜吃南瓜吧。得打南瓜。哎呀呀，掉了掉了掉了。有些果果，这果果没吃，这加特林大笋行。你妹妹都吃加特林大笋了，你吃一个吧。太有创意了哈！啊，太有创意了，菜谱、菜刀、做饭，拿窝头了，完了，坐那边去了，啊，坐那边去了。哎呀，小燕儿，这好看的呀！哎呀，随时准备好录屏截图啥的啊！这是衣服反光反的太厉害了。辽宁大连，辽宁大连。哎呀，小喵喵，一看这啥造型啊！哎呀，掉下来了！这给扒拉掉了呢！你的水！妈呀！这回了，吓死我了！妈呀，吓死我了，喵喵！喵喵，你想吓死我呀？他那笋掉下来，给他自己吓一跳。
菜刀都掉了。啊，菜刀掉了，哎呀，摔的。菜刀变飞刀了。菜刀掉了，菜刀从飞刀去了，那筷子也飞出去了。没想到是这个开场呀。谁能想到？你说一定是惊喜，知道吗？没想到今天主厨翻车了，来了就翻车了，对吧？大笋掉，他一移那个大笋掉下来了。小样儿，长得好看啊。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好，没事，蹲蹲，往前蹲，你往前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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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哦，那行，那我们家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小朋友们，你来了，你看我们好多人呀，哎呀，好看不呀？哎呀，好看不呀？哎呀，等你，这刮了刮南瓜，什么东西？刮的不正，刮的不正，不吃南瓜，不吃南瓜，刮的不正，不要给我们飞行员刮的不正。他就会这样做了。